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讲座。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不愿罪障悉消除，时时常行菩萨道，时时常行菩萨第四，观察众生长夜睡眠而起大悲。这个长夜睡眠不是天天睡觉的意思啊，就是他永远在无明爱染啊，生了又死，死了又生，就是长期都在迷失轮回的状态。然后你看，我们大家都是如此，我们大家都是轮回的老精啊，然后自己都还没有脱离，不但是自己。所以各位修行要对身体对自己要升起悲心，怎么办？我怎么救自己啊？啊，对所有众生更要升起悲心。所以当然你对众生的悲心，大部分所谓叫摩诃萨，是他事实上已经没有这些不好的啊，已经达到摩诃萨了，这些大菩萨他这些不好的没有了，但是他还要想着别人不好是他的责任，这叫真上意了。为什么？所有众生都是我们的父母。讲到这个，先看后面一段好了。请看到133页。因为为什么我们要对众生慈悲，可能这个教法很好。就是金州大师教了阿底峡尊者为什么要对众生升起大悲的七重因果啊，如是因如是果。第一个，知母。思维法界友情都是自己的母亲，当然你也可以改成父亲啊，父母不在了改成叔叔啊，对不对？因为对你最有恩的，所以你要去思维所有法界友情众生都曾经对自己有恩，生下我们，生下我们啊，都是爱过我们的，替我们奉献过生命的，你要这样去想。如果你不这样去想，你就会爱他或恨他，会有分别心。你要一直是这个是最重要。我发觉虽然这个很简单哦，大乘佛教的正知见是什么呢？就正知见众生皆我父母，皆对我有恩，皆可成佛啊。所以这一点要思维很久，而不是说我知道了就跳过去啊。因为学佛是一个态度，你对人的态度，对众生的一个态度。所以很多人跟我说，那个肉为什么你们不吃啊？那个皮的东西你为什么不用啊？我说因为它会痛苦的，重点是它会痛苦的啊！而且这个痛苦的过程实在是太苦了。而且老实说，我跟各位讲一句话好了，你鞋子穿的那个皮鞋都做过你爸爸妈妈家人，不然你穿不到它的，用不到它的皮啊！你现在吃的每一块肉，
都跟你有缘过，欠你债还没有完，不然你吃不到他的肉。这佛说的，真是如此。那我想没有一个例外。所以各位，你要去思维这个道理，为什么你不用这些东西，不吃他的肉？因为都是自己母亲，你不想去伤害他啊。就算对方犯什么大错啊，对不起你，你也不想要去呵责他，你只想要去慢慢慢慢改变他啊。那这一点各位要多思维。阿底峡尊者思维了12年呢，这短短七句话啊，要把深入他的心，法要入心。第二个念恩，那既然众生都是我的母亲，念恩思维一切有情都对我有恩，把我生下来啊，哺乳养育我，教我，培养我，爱我，没有一个例外。这里面讲的都是一切有情，所以这个七因果希望大家背下来，然后坐在车上任何时间就想，当你讨厌一个人，或当你去执着一个人的时候，你就要去思维这个道理，不然你就会起心动。你要忘了这个事情，你就忘了佛法，这是佛法的基本。众生都是母亲，对，要对众生感恩，升起大悲心。第三，既然众生都是我们母亲，对我们有恩，所以我们一定要报恩，知恩念恩报恩。所以思维当报一切有情恩，这个思维是一种意志哦。文思修的思维，由思维产生行为，我要去做，所以一定要去做。思维当报一切有情之恩，因为他对我们生下我们带我，所以我想我们华人最好的情况，至少大家孝顺啊，甚至进一步还会超度祖先呢、啊。这是一个基本，有这样子的基本来学大乘佛教才有用，没有这个基本呢、啊。他只是佛教学术的研究者，或是佛教的一种享受者。佛教教他怎么禅修啊，心里静一静。所以这三个是基本，知恩念恩报恩。所以各位，你的老板、你的员工、你认识的朋友啊，所以有时候我很喜欢问这些，哎，你们两个什么关系？你们两个什么关系？这样，不然的话，他们就会把这个纲轮给消除掉了。如果有人曾经做过你的母亲，无论如何，你还是要永远知恩报恩啊！有人做过你的父亲，所以我常说，你去看过他生病了，你去助念了，都做过你父母，不然你不会去的啊！所以路上这么多人跟你擦肩而过的，都要有缘才行。那既然知道了知恩念恩，我要报恩，所以你就一定要升起愿意。各位，为什么叫愿意？你要满对方的心，给他快乐。他要吃好的，他要买衣服，他需要钱，他需要你跟他微笑啊、你要让对方欢喜。所以为什么见一切有情犹如爱子，生欢喜心。所以任何爸爸妈妈看到自己的独生子还是自己的，都想买最好的给他，对不对？照顾他，给他读最好的书，最好的学校啊、就像各位那个富二代富三代啊、我想越有钱的人越想要子女过得快快乐乐。所以那就是同样，那这些众生都是如此。但是所以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给他快乐，令其欢喜，见一切有情。所以希望大家，你看到一只蚂蚁来，就是赶快给他喂一下，对不对？有些人说，师父我才不喂他，因为他我这边都是蚂蚁怎么办？你总要想办法啊，不然让他饿死啊。你要拿个东西，咻咻咻咻，蚂蚁跟我来，我拿到外面去，人家蚂蚁很厉害的啊。他们终究会找到，护法神会引导他去找到，也不会干扰人。但是你不要因为这样就不喂他。所以有时候我到外面去撒，哎，师父，我们这个国家不能喂鸟，没有，我偷喂啊，那就跑啊，对不对？因为他们是我的母亲，就你来看是一只鸟，就我来看是妈妈，因为我是个佛教徒啊。就像他们叫我不要放生。当然我也跟他们说，放不放生当然国家有国家的各种条例的规定，但是我是一个佛教徒，没有一个生命是外来种什么种什么种该杀不该杀，因为所有生命将心比心都是我们的父母，所以我不能够随顺你，我只能说你们做你们的，那我呢，我做我该做的。但是我不能说你对，我也跟很多出家人说，当别人在妨害救生命的，你不能在那边说他对，不然你就不是佛教徒了。啊，佛教徒没有说外来种的要杀，这个可以放，那个不能放。佛教徒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资格讲这种话。但是因为有时候我这样讲的意思，当你脱离佛法的思维去讨论事情的时候，要很考，要很小心。所以所有友情都是你亲爱的儿子父母一样，看到他要欢喜。各位看到你的儿子要不要抱一下？就是想要抱一下，特别小 baby 啊，这是表达给他快乐自己快乐的方法。第五，大悲思维一切友情于生死中受无量苦，我须令其得离此苦。所以除了给友情快乐，要想这些爸爸妈妈这些爱儿在生死轮回多痛苦啊，无量无边的痛苦，各种的痛苦，想不完的痛苦，读书也痛苦，赚钱也痛苦，对不对？结婚也痛苦，生儿子也痛苦，养育也痛苦，到最后老啊病啊，那些老人院更痛苦、所以那我们就必须令所有友情都脱离这些所有的痛苦。那各位要经常思维翻过来。第六，以前面所思维的一切，要发起一个增上，把这个意志要变成一种实践，叫增上戒、增上定，你要去圆满。思维这个天下只有你一个人要承担一切友情离苦得乐的重大责任。各位，所有众生离苦得乐是我必须承担的。所以有一次我爸爸说，我培养你那么大，希望叫你去做总统，你怎么跑去出家了？我跟我老爸说，我就拿一个地球，老爸我现在做这个了，地球还有法界，你不知道这个我们行菩萨道啊，烫的这个戒疤就是要承担所有世界众生离苦得乐，在为这个在努力啊，为这个在冲。虽然所做的有限，所以各位在里面讲真上意乐是一个人哦，你不能说你来被我依靠，没有，这个世界每个人都在杀生吃肉，只有你一个人是吃素的，但是你还要去承担他们的杀生吃肉的业，你还要负责去感化他们，而且你要轮回多少次呢？假设这个地方有十万人都还没有，我要为他们轮回十万次，而且要承担他们所做的业啊，你要去承担释迦佛五百大愿，所以各位要经常思维，只有你一个人。所以学佛有时候还要耐得起孤独，这个孤独并不是孤僻了，而是只有你心里知道啊，你心里知道你在做什么。作为一个菩萨，只有你自己知道，别人怎么样伤害你、误会你，你都还是接受笑笑，因为只有你知道你自己在干嘛，你也不需要做别人，因为你要承担这个事情啊。所以这个真上意的是最重要。是一种生命的愿跟实践，也是一个誓言，也是一个誓言，只有你一个。所以第七就是发菩提心，发菩提心从这边来。有了悲心，前面讲了思维大悲，你要看到众生母亲的痛苦，前面死掉，所以你要升起大悲心，有大悲心而发起菩提心。第七，所以我应该成就无上菩提，度拔一切有情出生死苦。所以各位一定要决心成佛啊！但是成佛的过程多少的痛痛快快快乐都成为资粮就好，痛苦不是给，就是快乐供养给众生，痛苦我们来承担啊！但是目标绝对不要变，成佛你才有一个圆满的净土，乃至千百亿化身去帮助众生。所以这七条各位多多背，然后不断的思维产生行为实践，最后就一定要成佛。当然要成佛以后你进入大乘佛教，那如何圆满菩提心？那菩提心里面包括信心、空性、悲心、广修善根、回向众生、回向菩提，那追求智慧、佛陀的智慧等等。好，那我现在讲一下，所以再翻回来，那是这里面前面的你就比较了解为什么要对，因为众生都是我们的父母最亲爱的儿子，所以我们必须思维找到他们的痛苦而发起这个悲心，慈心悲心。放回来49页。